大家出嚟傾下偈啦喎！呢位猛將就係顏志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。Hello， 同我哋嘅粉絲先個 hi， 大聲啲先。Hello， 你好啊。Hello， 今日。其實見到阿志恆咧，我先至 realize 翻，原來香港咧都真係有咁型嘅 chef 嘅。唱歌又唱得咁好嘅，但係有啲乜嘢挑戰咧？係咪過程當中又要？做嘢啦，又要兼顧屋企啦，又要兼顧咁即係咁 tight 嘅一個比賽 schedule， 你點樣去分配時間咧？其實喺呢半年嚟嘅又要比賽啦，即係技術方面要翻工啦，湊仔啦，同仔做功課啦，其實時間上面嘅分配咧真係好難。咁好彩我嘅現代座啦，現代座喺現場係咪？係啊，同埋我媽媽啦。同埋最重要都係因為我啲同事啦，佢哋好遷就我，咁令到我，如果佢哋唔遷就我，我嗰種行唔到今日呢一步。咁好多謝咁多位。比賽嘅得著會唔會都係多謝佢哋嘅支持，讚到佢哋嘅支持咧？係啊，除咗多謝佢哋嘅支持咧，都多咗好多 fans 啊！呢個比賽令我我有好多機會公開嘅場合唱歌啦，可以喺YouTube 入邊。看到我的參賽歌曲啦，咁好多謝，同埋一班 fans 真係多謝你 ，thank you。我諗下次有機會，我哋除咗可以聽到阿志恆唱歌，如果可以食到你煮嘅好美味嘅餸菜，咁啊正啦！會唔會有咁嘅機會安排下咧？嚟緊咧，我會有個歌迷嘅見面會嘅，咁佢哋就會係第一批可以食到我煮嘅嘢。哇！呢個真係興奮到彈起啦！事不宜遲啦，既然我哋已經可以有機會試到佢嘅。憑著遊玩來代替換，尋找新鮮刺激，尋找一晚的愛伴。當我車未歸家，如我眼下來換著機會，填一心中意知，無根的一晚不去解悶。隨便貪歡笑，將不必當作新機本，但我厭倦，在某天已拒絕再換。當我車要歸家，而沒留下來伴著你換。在某天已拒絕再會。